红包啊，娜娜，爸爸塞给你的，领红包，嘿嘿，耶，成功，哇，新年包超大一包，爸爸给的太好大，爸爸给你塞的那么大，塞的好蓬哦，奶奶呢？奶奶。他一脸不足。奶奶，新年要开心了。新年好，奶奶，过来。等，坐下。等一下。被强迫带。等一下。被强迫带上去。等一下，都眼睛被遮住了、啊。等一下嘛。这样。小兔子还要被强迫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咬错，你不要咬错，猛的年兽，乖乖就范，他不就范了吗？束手就擒，你在打麻将，你在那边干扰什么？嘿，吃饭，抓那只虫，哎，我有啊，在哪里？他就被阿公擒住，直接套住，还去洗澡啊？你臭摸摸，臭摸摸，他的直接被逮捕。看一只小屁孩，好像听到有人来了之后反应，这么专业哦，娜娜，是谁回来？是谁回来？你的玩具回来了，跳跳，跳跳，激动哦。哎哎哎！你兴奋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录着他忘记开门。这是开始追赶是不是？跳跳表示有过来呀、啊！哦，跳跳，你进来就吃娜娜的饲料。我跟你讲，刚在家饲料就是不吃。真的是很贱的跳跳。你看，要来人家这边吃人家饲料。对，刚刚不吃，现在马上吃。啊，他娜娜，你居然还 没有反应？你要先把迎接仪式走完，是不是？那边没有，有啊，那里面有啊。对啊，有啊，先用汤姆的。初二吃火锅，回娘家吃火锅，有人回娘家吃火锅。有，是老四川，辣的跟不辣的都有，辣的辣，但是很好吃。还有跳跳，下面有两只鲨鱼在游走。嘿，跳跳，鳌拜，哎，下面干什么？娜娜吃了，娜娜来，换娜娜，怎样？娜娜被吃完了，她的饲料被她吃完了。是啊，娜娜，你也知道要生气哦。你刚刚不是没擦？我有拍到她犯罪的那个画面。嘿，她一来就把娜娜拿了吃完。对啊，娜娜只是，急，赶快抢。紧张的嘞，他只是警告你。你不吃哦，他只是不想给跳跳吃。他老婆会跳跳，你就让他吃完吧。他在滚，他在挤他，你说帮我把他滚下去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踢什么？这哪招啊？把他踢下去。无影脚哦，
爽啊！台北也要一个小时，难为什么？它都一样，隔壁嘞。然后价钱比较便宜。淡水高雄，台北就很塞啊，至少半个小时。不是桃园的话，嘿嘿，笑成这样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干嘛？你光这样？国山，好可爱哟、喔！那个笑笑，送个阿妹。是戏子的，你看哦、喔。一平差二十万，真的会考虑。我们来大年初三，初四，初四，初四阿北，初四来拜那个竹林山观音寺，竹林山啊，我看得懂中文吧？竹林山观音寺，今天娜娜也有出来，对，娜娜也来拜拜。主管，你看那屁屁，这个精美的翘屁屁。满满的人啊，很热闹，而且终于有太阳了。昨天冷死了，大家都出来走村，这是我们的第走村第二站。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这是一个会让你觉得在嘲笑你的墙，超多的照片都是在笑的样子，有没有觉得走过去的感觉就像是一面墙在嘲笑你？很有趣的装置，然后把它全部的那个笑脸全部印出来，很特别啊。吃佛跳墙有那么快吗？我是早上才刚吃完而已。哦，现在很冷，头也很痛，风吹了头，真痛啊！霸占座位。